是超过了一定年龄的女生要如何讨男人的欢心？欢迎五位来宾哈，你们。欢迎。收视率马上就下降，有年纪的女生转台。超过一定年龄也没有讲是几岁啊，你们何必这么敏感呢？可是看到阿雅，谁会不想转台？其实证明我的蜕变呢，我从柳大哥现在是轻熟女耶。对啊，就是你的变性过程。我那天跟他吃饭，我说阿雅你们要干嘛？他说上康熙啊。我说哇。你内心是愉悦的，你是爱我的徐熙娣。不是，我想要确定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聊了吗？不是，今天是这样，因为好像很多女生会觉得使不出什么新招数来讨男人的欢心了，所以找这几位来呢，是要教大家说，只要你愿意发挥创意的话，永远都能够想出新的花样来。老狗还是可以变出新把戏。叫做青春女，你也是跟我同年，哎，我嫁掉了。你真的有这种胜犬跟败犬的心情吗？我没有，可是我只是想要气流汗牙。我们来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有那个20位有正职的男士，我们欢迎这20位男士。欢迎。我要做的残忍的事情是，他们要依他们对于这5位女生心疼的程度，让他们按顺序坐下来。所以他们心疼这女生，觉得说啊站太久了，赶快让她坐下。是尊敬长辈的心情还是？当然不是，是疼惜女性的心情啊。所以如果在这心情下，你觉得谁会站到最后还坐不下去？我觉得刘汉阳，但是想看独立可以站着，不要叫我没关系。你不要先铺路好不好？你觉得你会很晚才坐下吗？说不定他们对你很有好感，愿意让你先坐下呀。不晓得。可是万一不是刘汉雅最后坐的话，我对其他人会很不安呢。我觉得秀琴也可以站一下吧。为什么？你看，就是那种持家很强的感觉啊。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种良家妇女，真的。我首先推出的一对是贾欣慧跟许安安，好。哦，脚好痛。脚受伤了，活该哦！自己爬起来。贾欣慧跟许安安，想要让许安安先坐下的，请举手。哇，很多哎！许安安，请坐吧，恭喜你。贾欣慧看起来体力超好的，因为安安太瘦了，对，她很瘦。贾欣慧跟向宇杰，他们两个人，你们比较心疼谁？要让他先坐下来。比较心疼贾欣慧的请举手。贾欣慧请坐。怎么办？没关系，我跟你赌一万，下一个坐的绝对是项羽杰。我跟秀琴慧今天整集都站着吧。好快啊，赌啊，快点啊！项羽杰跟秀琴，比较心疼项羽杰，要让他先坐下请举手。哇，啊，项羽杰请坐。哎呀。好，欢迎各位来宾，我们现在开始。谢谢。要对决吗？哎呀，你要对决吗？其实就坐了也可以了。没有，哎呀，没有，我要对决，我要跟许安对决。哎呀，你可以对决看看，相信自己。还是我跟康永哥赢？结果还康永哥赢。你要跟我对决对不对？算了。可是万一，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两个对决的结果哎。我觉得秀琴会。其实你坐没关系，坐啦，你坐啦，全部坐。好，对不起啊，我要问他们20位男士意见了。好，现在这边两位站立的依然是女生哦，哈，就是刘汉。是吗？不是一男一女吗？阿雅还有秀琴，比较心疼秀琴的请举手。比较心疼阿雅请举手。是好，来麦克风给小五。所以，阿雅对你来讲是可以有心疼的点吗？因为最近节目刚那个收工嘛，对不对？你说什么意思？最近节目刚那个停掉，是刚停嘛？哦，真的，不需要同情票。快停给我！你是需要同情票，是不是？
你节目刚停吗？停有一阵子啦。我没有料到观众有注意这件事。对呀。为什么你会知道他节目停掉？你有在 follow 他的新闻哦？对，一直注意，从那个叉冰开始就已经注意到现在。哎，小五，哎呀，你后半段这一段要早说嘛。哎呀，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人吗？可以，而且一段的一路上一直成长啊，从一开始的叉冰到现在，整个熟女真的。我刚刚有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了，这位人员是从事保险业的。年长的人很不会讲一些他们听得进去的话，我觉得这样。好，不好意思，两位请坐。今天那个陈先生，你也是代表啊？对，我也是服务业。你是演衰鬼吗？最近这个还在服务当中。对，所以你这个角色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啊，对对对。OK， 所以你服务什么啊？内容是什么？服务大众啊。对对对，服务大众。你还要跟他聊？我没话聊喽。这是我的名片。对对对，小陈。对对。你后面有戏吗？还在想。你有没有救你哦？这么简陋。好，我问女士要告诉我们的是呢，他们曾经交往过的男生，然后他们使出来的讨好对方的手段，是不是能够得到现场这20位男生的认可？哈，那如果都得到认可的话，表示你们五位应该就是在情场上比较顺利才对吧？所以你们现在五位都有男朋友吗？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应该要当评审呢，因为你以男人的角度是不是？轻熟女的角度，首先，这五位女生觉得她们有办法说服男生开始慢慢培养一起做家事的习惯，这个是女生应该要做的事情吗？就是女生就真的很喜欢幻想她可以改变一个男人，然后是慢慢用一些什么小伎俩，可是其实男人会觉得她很烦。好，尚宇姐，你有办法调教男生，让他们慢慢开始会做家事，对不对？一起做家事。好，那你等下讲这个技巺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到20位男士的认同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处罚的方法，啊，就是如果他们20个人当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觉得你讲的这一招根本对男生无效的话呢，那就会由柳汉雅来实施处罚的手段。他要处罚的方法就是他要拿起彩色的笔来，然后画陈汉典的脸。柳大哥，麻烦你了。是画汉典的脸，不是画熟女的脸。本节目有任何来宾被处罚都是画成汉典。如果熟女们很希望被画，我也很乐意看。对啊，上一节讲台在这边呢，你上台之后要对着这20位男士讲话哦。好，所以你要教我们的就是如何说服男伴开始养成做家事的习惯。我们欢迎上一节小姐上台。男士们，大家好，我是尚宇杰。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像老妹的鞋子好漂亮哦，真的。这个站姿撩人吗？哎，我觉得还好，他背太平了，没有曲线。哎呀，你上去示范一个站姿，我看看。柳大哥最近不是在练舞吗？柳大，嗨各位。好，二十位男士是来抱着看秀的心情的，不是？还没到，等下会到啊。女人何苦为难你？真的，像小妹你自己用你的风格，用你的风格站着好。我会比如说我在洗碗的时候，我会洗到一半，如果说我能全裸洗，全裸洗，就是因为我的个性是我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很小女人，就是所以我又利用这个特点，然后我就是洗碗的时候我会故意洗到一半。谈恋爱的时候个性什么？很小女人，小女人。可是你是老妹，你又不是小女人，还是有个妹嘛。所以呢，我就会故意在里面喊，就说 baby， 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一下？然后 baby 有沙哑，有那个痰 baby。OK， 不是因为 baby 知道配轻柔的撒娇声音，你刚才那个是很沧桑的，再来一次好不好？试一次亲，好，应该是 baby。好 ，OK 啊，说 baby， 你可不可以进来帮我一下？然后他们就会讲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哎，那天你跟我讲说你要做那个什么东西，那现在进行的怎么样，处理的怎么样了？然后呢，他就说，哦，那个事情啊，就什么什么，他先做到什么，就把他抓过来聊天，对，当先跟他聊天。好，
那聊聊聊聊的话，我就会说哦 ，OK， 好，我就开始找别的话题继续跟他把它讲下去。但讲讲的时候，因为我就会很自然的，比如说洗一个碗，洗完之后我就说哦，那接下来呢？后来那个事情是打算想继续怎么做，就递给你。你不是要洗两年吗？你说跟他聊他工作上相关的事，对对对，可是同时就默默的把碗移过去。就我洗完之后就会递给他，他就会觉得下心擦一下。把它擦干，放到那个洗碗槽，它就很自然。OK， 对对对。那同时，我觉得这样做个好处是，也会让他觉得说我很关心他工作上的情形，就是不是平常在一起，不是只是谈一些风花雪月啊，然后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谈话不就是随性聊一些废话吗？我先帮你问这20位男士，就是女朋友洗碗的时候会想要过去陪她，请举手。哎，有人性的人还不少。可以啊，好呛，你叫好呛吗？你说女朋友洗碗的时候，你愿意陪在旁边？就陪她聊聊 ，OK 啊，因为才一下下。万一厨房很小，不会很急吗？我有事业心，有事业心的男人，我希望可以买大。你现在说你走开好不好？我快点。所以等一下呢，那个决定生死的就是，如果他们愿意陪着女伴做家事的话，陈汉典同学就不用被划了。好 ，OK， 好好。所以20位男士，你们觉得向小姐刚才所说的，就是一边做家事一边希望你们陪在旁边，陪你们聊一些你们工作的内容，以及顺便你们要擦碗的，觉得这个方法是两个人相处的甜蜜方法，请举手好吗？举手吧。哎，错了，你们都是心好男人。有机会，向小姐你过关了哈。谢谢，过关了。可是刚才寿险业这位你不喜欢这个做法，因为我觉得男生工作，尤其做业务的，在外面跑很多地方都累了，回家想好好休息，然后休息，女生如果刚好上一杯热茶，就是体恤今天的辛劳。上一杯热茶，对，你以为是睡一样？上一杯热茶，皇上吉祥。对，这样才有，就是觉得今天辛苦。是你老婆，我一定会上热茶，然后就不小心泼在身上。谢谢宝贝。你们为什么不好好伺候男友？有啊，我有，有啊，我帮我男友按摩一次都按20分钟以上，哎，我很专业的，我不敷衍的。他是已经不在了吗？就是在按大题的。你皮那么好，爱到底怎样啊？是活人按20分钟啊？对啊。那他有耐烦吗？他很爽，很舒服啊。所以下面就要进展到很热烈的那种。偶尔啦，顺便啦。因为如果我去美国的话，他在工作，然后他工作完，我就帮他按，还有推油，就油压。设计这个男友在美国的桥段，是不是设计得很精巧？是，因为我们都无法查证这个人到底在不在。因为你没有秀过他的照片呢，我们哪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干嘛要给大家看他的照片？但你看过他？我没有啊。熟女恋爱不受限，远看近看一样美。所以试训的时候要化妆，我会化妆。